当荷兰人呢把这个小琉球岛上的原住民清空之后，曾经登过兰屿岛，尝试要比照小琉球的方式把岛上的住民城把它净空，看到了这个舰队呢喷出了雷电的火光，那巴利人呢被西班牙人赶走，强占了他们的房舍，土地被占领了。每周五晚间九点，刘一昌和你一起看见台湾，认识南岛。